走慢点，我最近浑身不对劲，肩颈酸痛，做什么事都没力。你该不会中暑了吧？你是不是都没有补充水分？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今天好像都还没喝水。人体有70%是水分，水分不足便会使你感到不适。请问这位先生怎么了？ A. 他睡不好。B. 他脱水了。C. 他扭到脚。D. 他感冒了。